要用我的超能力来取悦我自己。我呢，要制造一些角色，然后呢，这些角色呢，会在这张纸上做很超能的事情。来，我们把我的第一个角色放进来，火柴人一号。他看起来不怎么聪明，但是呢，我相信我，他绝对做得到。为了让这个关卡添加一点难度，我在这边加几个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火柴人要怎么处理吧。Hey, 各位，影片已经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话说那个动画片真的是没有做得很好了，那个有点小，然后画质也不是很好，然后我发现我的废话有点多，真的。比如说现在，你知道的，这影片应该已经要结束了，然后它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，希望我下次如果我有想说要再做的话，可以再做得好一点。谢谢大家。